数量的快问快答。是呀，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你。今天我要采访你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舒漾，最近你在听什么歌呢？最近我在听 GOT7 哥哥们的 Let Me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牙齿都长出来了吗？牙齿都长出来了。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还想留回长发吗？想是想，但有点麻烦。人家想看嘛。那我再考虑考虑吧。今天追鸭子了吗？今天肯定追鸭子的呀，觉得非常的开心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追着追着就跑到我的肚子里了。你怎么可以吃鸭鸭？你的鸭子叫什么名字？鸭子还有名字？在家有学到什么新技能吗？在家学会干家务活了。在家有没有长肉肉？在家没有长肉，但是长了一些肌肉。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？有机会会给大家展示出来的。如果能出门，最想吃的食物是什么？我们家的食物太丰盛了，真不知道想出去吃点啥，感觉比外面的都好吃。新世界是和谁一起看的呢？和家人们。最近看了什么新的电视剧或新的电影吗？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舒漾哥哥，看过 JY Park 老师 Favor 的 MV 了吗？好像是15禁吧。哥哥弟弟的衣服鞋子都是混着穿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舒漾哥哥有没有上网课呢？当然上了。最近在学新舞蹈吗？对，在学那个甜甜的舞。哇，我真的非常期待。燕燕会唱儿歌给我们听吗？应该不会吧。那可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哦。那我唱一首吧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舒漾在家玩什么游戏解闷呢？玩你画我猜啊，看看电视啊，就这样子。舒漾用的什么牌子洗发水呢？男孩故事洗发水，让我更完美。特别感谢舒漾能配合我们这次采访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那下次采访我们还可以。特别感谢舒漾这次参加我们的采访，那下次还来玩吧。那下次你什么？特别感谢舒漾哥哥这次参加我们的采访，那下次再来玩吧，拜拜。我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见面，拜拜。